你看这么美还来光顾本店啊，然后上 YouTube， 哇，哎，赞赞赞赞赞，好快，不客气。开始，真的，你要先介绍我们在干嘛？我们今天来2023的交换礼物，掌声！谢谢观众。我们今天场地怎么在这呢？对，出了一点意外。很棒，很棒。哪里呀？原本偷录了。数只，数只最多，三只最少。好，还有吗？最少一只90 cc。 好，你先介绍你的礼物。好，那你先送。交接仪式要看到吗？是什么？是那个壳。哎，手机壳。我等下就要装了。这是什么？一件衣服。哦，不是跟你今天穿的很像吗？对啊，你今天穿的也太像了吧。哇，真的。对啊，哪里买的？哪里买的？去韩国买的，乐华买的。 OK， 下一个。是我吧？对，是你。来来来！哇，哇，还有卡片呢。谁画？你画的？我画的。哇，哎、欸，很酷哎、欸，很酷哎、欸！我看你今天的礼物真的很高标了。你的是多惨？我们是日久香肠，我们日久香肠，我们来日方长香肠，我们来日久香肠，草莓香肠，不是、啊？你们两个在大肠包小肠吗？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什么？哎、哇！我看看，要不要碟片相机吧？哇！我就说真的不用，哎、欸，真的后面不用抄，我们直接。哇！这五百块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你不要再讲话了。我突然，应该是直接选谁？哦，好烦啊！来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对，就是直接给你，可爱吧？哦。那个蜡笔小新，它是盲盒的吗？所以你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我们就熊猫、青蛙，再来个熊猫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青蛙。熊猫一票。我觉得是熊。我比较喜欢青蛙。然后青蛙，青蛙两票。我喜欢这个啦。好，每个都一票。熊，熊，熊。你们这个要炒热气氛。为什么要去后面？对啊，为什么你要转去后面？给我们看。有人猜中了。废话。感觉吗？还是他没找到那个？我要拍呀！你在这个人不知道在忙什么？啊？易碎物哦。易碎物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好紧张哦！我也好好奇啊！我也好紧张哦！啊 ！OK OK， 先一张圣诞卡片，圣诞卡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碗林燕汤。给我下，给我下！你们不是都说是你们男朋友会怎么样吗？你也的，给我下吗？哎、欸，你要秀一下，这可以干嘛？这可以干嘛？就是这样子，比如说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呢？这里面有东西耶，这可以看，懂意思吗？你里面有哦，这是占卜的哦，那你可以玩了。你说一个问题，谁跟我换礼物呢？真是符合哎、欸，很小，好酷哦。休息一下，大家来占卜一下，这还用问？哇，这比他以前手作高级很多哎。对啊，好酷哦，这个还有用，这也是你自己做的、哦，但是你们刚刚、啊、完全没讲好哎，好厉害、哦！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这个啊，我还在运转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确实这是什么？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有实验过，水就水而已，就水。嗯，而且那木头不会发霉啊。呃，真的，嗯，
我才做差不多一个礼拜，我也不确定。那你下次打开的时候就是全黑的。这属于你的礼物，只有你能收哎。耶，压轴压轴，干靠背哦。好期待，期待吗？好期待。我还好，你打开。干嘛放弃？我知道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？也有，我知道。其实我原本也想买那个给你们、手机背带，这是可以调节的吗？这是可以调节，那很高级耶。哎、欸，不要撕！干、嘛？没关系，盘子，盘子没有封，打开一下就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吧？哈哈哈哈哈！不要推我。还有，还有，我打开了，我还有一个加码的，真的，超厉害的惊喜包，打开了，六九元。现在很少要买这个、啊欸，因为里面都是。对、欸、啊，小时候很爱买。笑不出来，好赞哦、喔！赶快开箱，他的那个声音都很没有温度，好赞哦、喔！一本北极熊的北极本，哇，信封袋耶，伸缩袋耶，哦，可以放证件的，这名牌不行，这个是万用的卡片，保温袋袋 ，OK， 带便当用，耶耶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大湖北北，长得像吴宗宪，有说你长得像吴宗宪吗？哎、欸，真的嘞，真的蛮像的，真的啊！我从年轻到现在，大家都说我很像吴宗宪的。谢谢你啊，还来光顾本店。来，感谢北北。等一下，蜜锤就被打开。跳起来！这里。哎、欸，不可能都才开始了吧？好像拍了就拍了。哎、欸。